大家好，我是月华少年的张俊一。大家好，我是郭殿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明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冠毅，也是刘老师。但是马上要到春节了，所以我更爱做刘冠毅，也就是帅帅。大家好，我是月华少年的孙佳凯。大家好，我是月华少年的张恩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立马。在2017年过去的一年里呢，我收获了许多许多东西，比如说让大家认识到了我，或者是我学会了更多的舞蹈，会有更多的歌曲。我也有在努力的拍戏，同时也兼顾着学业。我觉得2017年的时候，我收获了许多的好朋友，然后学到了很多的新的知识，比如我的唱歌呀、跳舞都比刚来的时候好了很多，学习也是比原来好了很多。2018年呢，基本功一定要先练扎实了，然后再去跳那些特别有技巧性的动作。学习呢，也是要从一小步开始，然后慢慢走向成功。在新的一年里头，我希望我和我的团员们能够快高长大，取得更好的成绩。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边能长高高，多喝牛奶啊！像我一样有一双贼辣长的腿，哎呦我天！哎，希望可以在新的一年2018年可以取得更好的收获，然后可以舞蹈呀、唱歌都变得越来越好，然后越有进步。然后也希望我们七个人在一起，然后快快乐乐的、幸幸福福的。祝大家在2018年，也就是狗年，都找到自己合适的事，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，找到自己喜欢的事。就像我一样，我喜欢科学呀、天文地理这些的，这样大家才活得有意义，才知道每天自己奋斗的目标。在新的一年里呢，我希望我的舞蹈呢也跳得越来越好，唱歌也唱得越来越好，然后把更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。希望在2018年的时候，大家都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，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祝大家狗年大吉，财源滚滚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马奔腾，狗年大吉，阖家欢乐，阖家幸福，团团圆圆，自己的亲人们，这个是一个团团，是一个团圆饭，然后一起看电视，然后一起看这个我们的各种春晚，这个具体我就不列举了，也记得看我们哟。祝大家能够跟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、叔叔阿姨、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们过一个团圆年。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学业有成，万事如意，长命百岁，狗年大吉。希望你们一定要玩得开心，最主要的就是玩得一个大大的爱心送给大家，噔噔。好的，拜拜。最后在这里祝大家春节快乐，拜拜。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、弟弟妹妹们，过一个团圆年。为啥没有爸爸妈妈呢？为啥你的背块是乱的呢？别忘了，还有你们的窝。